入到嚟呢度，无论装修、环境、以至摆设，都好似置身于传统嘅日本拉面小店。木做嘅台、灯，加埋开放式嘅面档，俾人有一种好舒服嘅感觉。唔讲唔知啊，原来呢度就系位于红磡区。白天王拉面用上咗新鲜嘅猪骨做汤底，骨胶原非常之浓厚。黑天王拉面用上新鲜嘅猪骨汤头，再混合埋精制嘅黑蒜油。赤天王拉面用上咗猪骨汤底，再加埋自家制嘅香辣油。制作汤底方面，每日系会用上100斤嘅新鲜嘅筒骨。咁个做法咧，首先将个筒骨出咗水先，大约一个钟头嘅时间，然后放入另外一个煲，连续煲佢十个钟。但系期间咧，要不断去搅。推至起浆为止，最后夹埋啲渣就完成一个纯正嘅猪骨汤底。最后要介绍咧，当然系呢一度嘅主打拉面啦。咁今期咧喺我面前呢一个限定拉面咧，就系叫做樱花虾。咁其实咧呢度嘅师傅咧都会因应翻唔同嘅季节、天气同埋月份啦，去揾出当造嘅食材，务求令到每一位人客都能够食到一碗回味无穷嘅限定拉面。我唔客气啦。